Windows 十从命名用户账户，第一步右键单击开始按钮，左键单击电脑管理。第二步，在电脑管理窗口选择电脑管理本地，选择系统工具，选择本机使用者和群组，选择使用者。左键单击 Peter 账户进行演示目的，右键单击 Peter， 左键单击重新命名，建入账户的新名称 YouTube。第三步，右键单击 Peter， 左键单击内容，将全名、文本框重新输入为 Tom Full Name， 左键单击套用按钮确认，左键单击确定按钮关闭窗口，左键单击开始按钮，左键单击账户图标，确认用户名 Peter Full Name 用户账户更改为 Tom Full Name。Click subscribe to Users Productions YouTube channel.